我们感谢为这朝圣地付出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还有正在此服务的主教、神父、修女以及各位兄弟姐妹。今天我们的这次弥撒，我们特别邀请大连堂的张延林、张延奇导师以及他的儿女张碧佳老师，他们努力在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。延奇老师在大连堂担任司琴的工作，近几年来他也投入长者关怀的行动，在社区的活动中，我也常常看见他陪伴着长者的身影。而碧佳老师任教于碧堂国小，除了音乐之外，他也积极推动全美语的音乐运动课程，深受小朋友的喜爱。现在我们追思音乐会就要开始，第一首曲目《最知心的朋友》。我们都知道上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段路上，天主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他不仅是我们永远的荣耀，更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。现在我就欢迎两位老师，我们大家一起聆听。Thank you.
三人的医术。Thank you.
现在我们就联系了薛嫂。